China 的中文是中共。喵啥小啦？新游戏，身负债务开始。高中以上学历人口占34%。小子，你在我这边这些欠款，你心里有数。别管你爸跑了死不回来，这是不了。哎，不要还了，我就去找你妹妹还。要我说他赚的，他赚的钱，他赚钱可比你容易多了。操你妈，你敢动碰咬咬？哦，伤很大。哇，怎么是追焦照啊？难怪会过得那么痛苦，可怜啊！如果是动漫头贴的，那是更可怜了、啊。一个月时间凑完10,000元，太难了吧？你好。你好，泛泛之交，了解一下。我们是公益性质的职业培训机构。培训费很贵吧？补贴的，考试合格后能拿到奖学金，基本上可以抵消课程的费用。有兴趣的话，做一下入学测试题。选择题1-2=-3，负一。1-2=绝对值，1-2=1。1×2=236，没错。36，47、48、49、93。55、25、30。1000+100=1111。一个三角形砍掉一个角，还剩几个角？砍去一个角，还剩4个角。鸡同一共有30只脚，有兔子5指，多少鸡多少指？有兔子5指，4×5=20，就20只了嘛。鸡就是五啊，2×5=50嘛，这样不就30了吗 ？China 的中文是中共。简答题，按顺序写出26个大写英文字母 ：b p m a。A B C D E F G H I， 交卷。怎么会有？此为2020某电子厂招工真题，又有40人不及格。哈？40%的人不及格，那真的是去搬砖好了。这样子，这里这样子不会，这几个也就算了，这里这样子不会。耶，90分。我应该是去电子厂的吧？没错吧？来喽，台积电，我来了。20个。看我搬的熟能生巧啊。没了，不搬了，休息。6次。杨富贵干了几个学生，找到工头攫取工资，他瞥了一眼，整个去数，少了30块。大哥，你是不是数错了？你新来的吧？咱们这儿的规矩，第一次抑郁加5。Oh no！ 而且你才干一个班，抽你30算便宜你了。凭什么？老子定的规矩，你他妈找死是吧？我干！林老师嘞，愤怒加55，好可怜，果然只能搬砖。这是第一天。寒风雪山攀上走过的路。的路啊，我们都是大多数啊。电话来了，小伙子，晚上记得还钱。我有多少钱？72块。躺平人生。变本加厉。残局对弈。可是我不会玩这种欸，我是哪一个颜色？帅。车。炮。帅。这种的我不会玩欸。
谁会玩这个啊？继续工作，想打人，干你娘来啦！想打谁啊？自己挑啦！这边就直接扁人的啦，杀小啦！干你娘，想打人，妈的嘞！来啊，这个好不好？想打人嘞！一起挂逼吧，需要开外挂是不是？现在看谁都不顺眼，想发泄一下，先工作啦，工作要紧。临时工，工地搬砖，哎，保安卫门，夜班保全，干你娘嘞！来这边发泄一下，就不会想打人了吧？搬一个钻头而已，搞得好像很重一样，没吃饭啊。OK， 休息。五四，万物皆浮云，只要好心情。OK， 去找美美爽。这位兄弟，我手机没电了，能借我8块钱，我买个饭吗？借钱帮哦，不理他，傻小了。饿了，饥饿跑不动，你要吃饭哦，老子在你面前吃给你看呐、啊，工地套餐。哎，怎么会抑郁啊？怎么啦？心情每天都那么差，上班就上班，心情这么差，喝口水。靠杯。感觉只有晚上身体才是自己的。下午4:20，刚才走路也走太慢了吧？公园任务，打手枪哦，5元10发子弹。黄色气球，哪一个是黄色啊？靠背哦。平静加30哦 ，One tap， 天色已黄昏，一个月要凑1000。这首歌不错听哎、欸，结束，最大连击30，下一局再回家睡觉。哇，这局好难，我什么颜色？帅，炮，马，完了，我的炮死啦，我还有一只。啊，没事。哎、欸，干车是不是可以直接把我车死？干娘，我再来玩这个死妈鸡巴的烂象棋，我就去给狗干。怎么不是台湾玩的那种象棋啊？怎么是这种楚河汉界的啊？谁会玩啊？乞丐是不是啊？